色微风拂过林内，快乐的时只眨着眼睛，思念穿过海域，声音穿过我和你生命的注定。谁把心动模式开启，闭上眼听见世界呼吸，曾经流浪光怪和努力，转身依然是你。听我激情诉说，Love baby 只对你说 Wait a more 你怎么填满你的耳朵，如果勇敢能不能给人片刻花火，让幸福降落。听你轻轻地说 Quando la ma 只对我说 Only tight make me smile，心动是回忆沉默，我的眼眸不会再闪躲。If recollecting were forgetting, then I remember not. And if forgetting recollecting, how near I had forgot. And if to miss were merry, and to mourn were gay.How very blessed the fingers that gather this today. 今天有没有吃蔬菜？有没有？有。不准骗我啊！不准。老肖，爸爸。所以人家帮了你这么大一个忙，就送人十串糖葫芦。你说错了，是九串。帕帕，我能吃一串吗？不行。为什么？因为那不是买给你的呀。那我就要吃。行了，都给你了。你别惯他。谢谢帕帕。所以你打算放弃了？哼，我给过他机会，是他自己不要。萧一成，现在需要机会的是你，是你想破镜重圆，重温旧梦啊！我没有口是心非，我只是出于礼貌的感谢他。哦，那看来我们萧总也不是很想再继续见到昔日抛弃他的前女友。那过一段时间选合作翻译公司的时候，我就不把票投给华生了。哎呀，对了，我还得提醒那几位对华生有好感的股东呢。走了，儿子，写作业了。你等一会儿，我想不明白了。什么？当年明明是他嫌弃我没出息，明明现在我已经做到了他想要的一切，为什么现在他还是这样？其实吧，我也觉得奇怪，我感觉林夕他对你应该是有好感的呀，不然他为什么明里暗里的帮衬你呢？对吧？但是什么呀？你说呀。假如你和林夕分手八年之后重逢，你突然发现他结婚了，而且有一个Peter这么大的孩子，即使你再爱他，你会当男小三吗？他没结婚，连男朋友都没有。他没有，你有啊。我也没有啊。萧一成，作茧自缚了吧？虐妻一时爽，追妻火葬场啊！给你个良心建议吧。成亲要趁早，哼，不可能，你没救了。你当年是他先抛弃我的，所以呢，绝不低头，等着人家哭着喊着求你找复合。对，赶紧草拟遗嘱，把你名下的房产、基金、股票都给我儿子，等你老了之后，我儿子给你养老送终。哼，哈，走了，儿子，你这样是追不到老婆的，走了，不能。对，爸爸，你追不到的。你这孩子。童总，是这样的，之前一直忙，也没时间去拜访您。我想，这个周的周六您有时间吗？请您喝个下午茶。
你帮了我们这么大一个忙，应该是我请你才对。稍等啊，我看一下我的行程表。好。明天我可以，稍后我把地址发给你。好嘞。上午9:30，西山郊野公园。马上就要决赛啦，怎么不去备战呢？在这干嘛呢？你不是都知道了吗？初赛而已嘛，其实代表不了什么的。后来者居上的道理，你肯定懂的。我到现在都没觉得自己是后来者。这么有信心？那现在怎么啦？行了，我没事儿啊，不用劝我了。看你现在，如果说以后遇上了什么大的困难，或者是遇上了很大的需要抉择的事情，那你是不是就直接把我放弃了？瞎想什么呢？两码事儿。是两码事儿嘛？你看你现在的样子啊，我能信你吗？好吧，好吧，算了，你要是不想比的话，就别比了。萧逸成，觉得你会后悔的，在很久很久以后，你想起这次比赛，你会想，如果我当时比了，我是不是会赢？万一我比了，那是不是结果就不一样？让我们痛苦的不是失败，而是连试都没有去试。我相信你，只要你再坚持一下，你一定可以实现你的梦想。3、2、1，噔噔噔。萧逸成，哇！我就知道你可以的，你做到了。谢谢。这个奖杯有你一半。那奖金是不是也有我一半？都是你的。没错，你也是我的。
你到了吗？我们在里面。马上。林夕，这边。来了。肖总，洪总。来了，实在是不好意思，今天我儿子班级亲子活动，只能把你约到这儿来聊了。没关系，反正我休息日也没事。那我在附近等您，您先忙孩子的事情。好。我接了个电话，我接个电话。他是谁？我的一个朋友。他要加入我们？我不确定。好，好，好。公司有笔贷款出了点问题，我得现在回去一趟。哪一笔？说了你也不知道。我去一下啊，跟姐姐玩一会儿啊。什么意思啊？给你复合的机会啊。嗯。给林夕一个求你复合的机会。嗯。你给句话，如果我会错意的话，一会儿把人给你领走了。来都来了，这样。是吧？皮特先借给你啊，一会儿等你好消息。童总，你要走的话，我送你吧。啊，不用。可是活动规定一定要三个人参加。林总监，我有个不情之请，能不能拜托你？我知道挺难为你的，嗯，我平时太忙了，没什么时间陪孩子，好不容易这周把所有事情排开，没想到。理解。这么说你答应了？不是，不是答应。这是亲子活动，我参加不太合适吧？没事儿。有人问起来，你就说是孩子的小姨，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林总监今天代替我，老肖车我开走了。林总监，活动结束，麻烦你把他俩送过来，谢谢啊，我走了，拜拜。嗯，拜托。啊，来了，来了，来，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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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哎呀，见你老同学了！哎哎，你好，你好，周同学。哎，我们也住附近，一会儿加个微信呗，加个微信以后好联系啊。来，大家听我讲啊。谢谢。我来讲一下今天的活动流程。那活动呢，咱们分为三关。哎，你好。哎，我是卡卡妈妈。哎，卡卡 ，Peter 正好是同学，咱们加个微信吧，一会儿活动方便联系。哦，不用了，不用了。加一个吧，我是搞代购的，以后买东西找我。您怎么称呼呀？林夕。不太合适吧？他们都穿了。Peter， 这是你的爸爸妈妈吗？这是我爸爸，这是我爸爸的朋友。那就是你爸爸的女朋友喽。哎，卡卡，你胡说些什么呢？大人的事儿，小孩别斗嘴。我是孩子的小姨。初次见面，请多关照。爸爸跟我说了，你是朋友，不是阿姨。我们先走了，回头见啊。你是不是应该解释一下？他们对我来说都是 nobody， 解释什么？穿什么？想要吗？我才不呢，那是女孩子的玩具，我是男孩。可是我想要哎，怎么办？我们今天一起加油，拿下它。嗯。哎呀，你都这么大的人了。拜托。那行，帕帕，你也要加油啊。OK。我宣布第一关沙地寻宝现在开始。走，小心。快快快，我们抢那个。
给我一个，给我一个，来，我们吧。哇，太棒了！在哪儿啊？太棒了！太棒了！隔着回忆，慢慢试探接近。在哪儿呢？愣着干嘛呀？快下来，来啊！也许每个误会都暗藏了风景，环绕过你的四季，我懂得什么最该珍惜。Dress 快乐，听见你的气息，这世界琐碎的东西，平凡的事情。有纸。帮我。好吗？我没事。以前活动没见过你来呀。Peter 的妈妈有事，我临危受命。临危受命还是正式上岗啊？我看 Peter 挺喜欢你的，以后是跟他妈过还是跟你们过啊？你误会了。嗨，都是成年人，懂的都懂。这样，一会儿活动结束，给你拉我们班级群里。不用不用。哎，要的要的。班级群最近通知特别多，每天老师都在群里面在线训人。回头就拉你进来，不是加你微信吗？帕帕，你喜欢他？妈妈告诉我了。你觉得他怎么样？如果他能给我赢得魔杖，我也会喜欢他。好，预备。橙色微风拂过黎明，快乐的树枝眨着眼睛，思念穿过海域，声音穿过我和你生命的注定。谁把心动模式开启，闭上眼听见世界呼吸，曾经流浪光怪和努力，转身依然是你。
情诉说 Love you baby 只对你说爱的暖你怎么淹没你的耳朵不出我如果心动是会什么我的眼眸不会擦拭怎么了没事吧还能走让你们输了比赛，改天我给 Peter 补一份礼物。不必了，一场游戏而已。你现在不怕脏了？我刚到美国的时候，中介给我联系了 Homestay。让我住车库，每天吃饭的时候嘴里一股汽油味，你觉得我还有怕脏吗？什么你的？你呢？嗯。这些年过得挺不错啊。就还行吧。为什么去销售岗？说来话长。那就长话短说。张总觉得我太过棱角分明，需要磨一磨。我抗议，他驳回，我只能接受了。这个不像你。能够忍受脏乱，克服洁癖。他能够坦然地面对输赢，也不像你。那现在的你和过去的你，你更喜欢哪一个？不知道。那我换一个问题：现在的我和过去的我，你更喜欢哪一个？嗯，行了，快到了啊。来，肖总，那我就先走了。同学，说了吗？说什么？我和你是纯洁的革命关系，别继续让你前女友误会，破坏你破镜重圆的大计。知道了。他，你不是有事找同心吗？他已经回来了。没事，也不着急，先走了，拜拜。拜拜。怎么了？没事没事。哎，跟上。稍等一下。Hello， 洛洛。Hi，Peter。
又去玩滑板了。对呀，你呢？这是我爸爸，叔叔好。我爸爸带我去参加学校的亲子运动会了。嗯，你爸爸抱着的不是你妈妈吧？这是我爸爸的朋友。你爸爸的朋友还需要抱吗？拜拜，拜拜。童总，那个，您别误会，我给你解释一下，我脚崴了，所以肖总，快快进来坐吧。这位林夕是哪位小朋友的家长啊？对，备注一下。哦，皮特家长。皮特妈妈不是在群里吗？艾特皮特妈妈。林夕和皮特爸爸在一起了。走吧。童总，您听我解释。还解释什么呀？你们这么默契，别人才把你误当成新妈妈的。实在不好意思。是我不好意思才对，让你代班差点假戏真做。你可以走了。怎么对客人这么没有礼貌呢？我说的是你。不是不是，该走的人是我，你们一家人在这儿是我给你们添麻烦了，不好意思。我送你。还没说清楚呢。你不用那么紧张，我们羽翼没有禁止员工跟客户之间的恋情，难道华生不允许员工跟客户谈恋爱吗？没有。那这样就好了呀，何必这么紧张呢？妈妈，我们回房间吧。我们回房间了，你们慢慢聊。你们一家人不住在一起？谁跟你说我们是一家人？哎呀，林总监，你是不是误会了呀？老肖只是 Peter 的干爹，仅此而已。干爹？你该不会觉得我跟童心是……我离婚了，一直单身。我跟老肖只是纯洁的革命友谊，你放心，我看不上他。需不需要我帮你安排个相亲呢？不用您费心了，搞好自己的事情吧。啊，你不是跟童心还有工作要聊吗？哦，对，那个童总，羽翼有些事情想跟您沟通一下。林夕，不好意思啊，我还要督促 Peter 的功课，剩下的事情你跟肖总聊就行。走了啊。妈妈，你今天看起来很开心。Peter， 你觉得林夕阿姨怎么样？我很喜欢她。我觉得你很快就会有一个干妈了。坐。我还以为我是 Peter 的爸爸。是不像。那你之前为什么不问啊？客户的隐私，我为什么要问？你应该告诉我的。客户的隐私，我为什么要说呀？客户，这词儿真伤人啊！我也把你当成朋友。朋友。你朋友身边多了一个叫他爸爸的孩子，你会不问吗？是不想问，还是不敢问？皮特，这是你的爸爸妈妈吗？你是不是应该解释一下？他们对我来说都是 nobody， 解释什么？帮我。坚强的不
肖总，我们还是聊工作吧。如果我今天的表现没有让你们失望的话，我是否可以针对羽翼 IPO 做进一步的了解呢？以便我们未来更好的合作。肚子饿了，边吃边聊吧。你是打算自己做？这个点叫外卖，要等很久，我不喜欢等。而且给客人吃外卖也不太礼貌吧。你以前都不会做的。那是因为你会。水来了，谢谢。来，你看一下。为了答谢我的 VIP 客户肖同学，这顿我请。哎呀，你就那点提成，要不还是我请吧。不用不用，这顿饭还是请得起的。哎，二位同学，我们店啊，价廉物美，你们放心点啊。大不了最后我再给你们抹掉个零头啊。谢谢老板。谢谢老板，不客气。哎，我口味有点重，你要是吃不了特别辣的，可以点点清淡的。那我也能吃辣，你随便选吧。啊，真的？啊，老板，哎，来个这个。好嘞，这个重不辣？好。再来个这个。好，就这些。好嘞。这么迫不及待啊？你尝尝这个。他们做的这个特别好吃。怎么样，是不是还挺好吃？你被辣到了？嗯，口渴。你不能吃辣呀！我行，我可以，我可以。哎，你别吃了，你别吃了。我可以的。我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我你不行，你不行。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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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吃了。点的都是辣的呀。你为什么经常找我？因为。因为喜欢你。的面膜。哦。那你说说那个面膜到底哪儿好了？面膜就很好啊，很保湿，很水润。你每个月从我这儿买走100多张面膜，就算每天用3-4张，也才勉强用得完。女明星都没你这么拼哎。是啊，我还会分给我朋友们，我推荐他们，他们很喜欢用的，所以。说得通。可是怎么办呢？我以后不卖了。以后你也不用来找我了。为什么呀？你可以卖点别的，随便什么都行。不卖了，什么都不卖了，我要静下心来考2级口译了。所以吃完了今天这顿饭，我们以后就见不到对方了。可是，可是什么？可是我。我还想见你。啊，对了，我英语很好，我可以辅导你。为什么？我马上要考托福了，我最近看了很多书。我是说，为什么想要见到我？我
我男朋友都没你这么粘人。你有男朋友了？怎么？啊，没什么。那你有女朋友吗？没有。怪不得你这么闲呢。我给你介绍一个吧。不用，不用。介绍一个吧，我把人都叫来，就在外面呢。不用了，真的不用。我把他叫进来。哎，别，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哎，人都已经来了，不见不太礼貌吧？我生气了。等一下，只眨着眼睛，思念穿过海域，声音穿过我和你生命的注定。谁把心动模式开启，闭上眼听见世界呼吸，曾经流浪光怪和努力，转身依然是你。你好，我叫林夕。肖玉成，你也好。听说你没有女朋友，正好我也没有男朋友，要不？对不起，我上个厕所。林夕，你等我，别走，我喜欢你。怕我下毒啊？这么多好吃的，要不要一起吃？不用了，我要带 Peter 买披萨去。尝尝。怎么了？好辣。你以前不是很能吃辣吗？挺好吃的。这个更辣。以前想吃什么就吃什么，现在连闹肚子的自由都没了。那以前的我和现在的我，你更喜欢哪一个？老肖，肖总，这么香，做了什么好吃的招待我呀？林夕，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你忘了我们今晚有约啊？没有。去哪儿啊？你们有事要聊，我就不打扰了，先走了。我送你吧。不用。招待一下。好。我等你回来啊。林夕。这么着急走了？没事，不打扰小总了。我不怕。我回去还有事儿，先告辞了。对你来说，还有比工作更重要的事吗？肖总，楼上还有人等您呢。那也得讲先来后到，不是吗？拜拜。肖异常来电话了，接听还是挂断？老肖上学的时候是不是会不受女生欢迎？挺多人追他的。哎，你回来啦！我和童总聊得很愉快。好。林夕，陈潇只是来录个 slogan。还不睡啊？嗯。什么事儿啊？这么高兴？有吗？有。你没必要跟我解释。我们之间的误会已经够多了。我不想解决一个又制造另一个。肖一成，嗯，你脸上就差写着陷入爱河四个大字了。你表白成功了？没有，但是不重要。不重要。他这个人啊，吃软不吃硬，不能逼他。所以你打算展开怀柔战术？我觉得他应该是对我有感觉的，所以我要让他正视自己的感情。我突然有点同情林夕了。哎，你要清楚你自己是哪一边的。哼。重现你。
着。